还就是有被冒犯到女性，他这样说不好意思，这都是效果而已。对，这一切都是节目效果，就像你们看康熙一样。我知道大学生都爱看康熙，对，我也爱看康熙。还要笑我们。各位有觉得被冒犯了吗？有没有？没有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对，我们多讲一点啦。还是你们想要再被冒犯一点？哇！熬夜。下一首有很冒犯的歌吗？那我们再唱一次冒犯的歌好了。这首歌叫做《带我上车》，那我们主要的作曲人是吉他手阿雷。来邀请他讲一下这首歌，就这首歌就让我想到我们今天从台北车站坐车到中坜，带我上车吧。
走。想真的那么久，直到在人群中你发现我，温柔地牵起我的手，划过就在。